兄弟们，先别走，10000个生物合体，敢不敢猜一下？众所周知，迷你世界里面的生物合体可以变成新生物，例如，这是1000个野人变成了，好像是个火锅。那个，你敢不敢猜猜底下的生物合体它能变成啥呀？说的就是你，别看了，就是你。兄弟们，先猜第一个，这是什么生物？有没有人能猜对？我看着这就是一盆花，是什么花？大家能不能猜对呀？竟然还有黑黑的结的果实。伙伴们，你们猜出这是什么生物了吗？这是第一个10000只生物合体。如果你们知道，敢不敢打在评论区呀？我猜你不知道。兄弟们快看，怪物呀，这是什么东西？看看它的爪子，也太多了吧，这好像是一个八爪鱼，大家看它的爪子在飞舞。伙伴们，第二个你们猜它是啥呀？它拥有很多个爪子，它是第二个10000个生物合体的怪物。你们看它的爪子好像是裙子一样，这是第二个呀。兄弟们，第三个你们要是能猜对，我愿称你们为迷你最强。这个生物应该没人知道呀，它拥有金色的爪子。哎呦我去，太有钱了，你们看它的爪子都是金色的。从上面看好像是一个花瓶。第三个生物谁能猜对，我愿称你为迷你最强。伙伴们，这就是最新版10000种生物合体，你们猜一下吧。其实它就是飘。哈哈，伙伴们，你们猜呀。